位刚刚打开手机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演播室为您实况转播小江小唐夫妇吵架比赛的下半场。经过上半场的角逐呀，我们发现小江小唐夫妇的吵架呀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哈。那江指导您是怎么看的？对我个人还挺失望的，我觉得有一些很高难度的这个吵架技巧啊还没有拿出来，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他们下半场的这个表现的，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吵架比赛。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女方还在试探。男方没有接招，使用了沉默呀。嗯，一个比较常规的操作。啊，女方在等待时机。双方都选择用出了沉默。这种时候啊，就看谁先能打破僵局，谁就有可能在这一轮的比赛中占据上风。没错。女方动了，一跨步侧身上前，左手抢过手机传给了右手，精准的扔到沙发上，漂亮。干净利落的一套动作。你干嘛呀？哎，他急了。我跟你说话呢。随便了。啊，男方采取了消极战术。哎，怎么就随便了？说明白了吗？女方积极进攻。你意思是我错呗？一个反问，打算反客为主。那不然呢？不是你错，感情是我错呗？哎，女方接一个反问啊，回击的不错。没错啊，你多厉害呀、啊！你什么时候错过呀？又是一个阴阳怪气的反攻，技术动作很漂亮。我厉害，我没你厉害。你脸皮多厚啊？啊，明明是你自己错，还能装一副啥事都没有一样。漂亮。来，那你说我错哪儿？啊，合着我刚才说那么半天白说呗，一句没听着呗？啊，行，我错了，行了吗？你不想听这句吗？哎呦，男方这是送分呢、啊哎，这个操作真不行。我们就看女方这次能不能抓住机会了。对。你什么态度啊你？态度战术出现了。我什么态度？你要我什么态度？我看你根本就是故意的。你明明知道那样我不生气，你还非那样。跟你说180遍就不听。哎，你是不是压根就不管我说的话？感觉这连招的怒气啊，用的还是很到位的。是的，逻辑清晰，口齿清楚，普通话标准，完全不给男方反击的机会呀。没错。哎，他们是为了什么吵架来着？啊，不记得。我们继续看回赛场，男方如何反击？你要是这么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出现了，终于出现了啊！那比赛过半这句话是终于出现了。那江指导，您对这句话怎么看的？这一招啊。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一招呢，它看似很普通，但是效果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招到现在为止依然可以在全世界的这个吵架赛场上频繁出现。很经典的战术。是的，所以我现在认为啊，男方有可能会率先进入赛点。所以女方现在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有这个要看女方她当下的一个竞技状态了。但是我结合了一下女方她之前的战绩啊，我预测啊，她现在可能会用出一些比如啊，你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就这种比较保守的一个比较常规的应对。是的，她来消耗男方的这个精力。好的，那听完江指导的解说，我们继续看回赛场。女方怒气直升的上升。你什么意思啊？果然。没什么意思。什么叫没什么意思？开车不了话了哈。没什么意思就是没什么意思呗。你这人可真有意思。有意思，我对你有意思。你说清楚，这脑子有坑。哎呀，说脏话呢，扣分点呢。是啊，对，我脑子有坑。我们看女方能不能抓住这一次机会，抢先进入赛点。你又是个啥东西？哎呀，太不小心了。这样双方都没有进入赛点了。是个什么东西？我真就是眼瞎了，我看上你了。我也眼瞎了，就是乱吵。我眼瞎。男方很可惜啊，明明都快进入赛点了，结果说了脏话。在我们夫妻吵架的这个专业赛事领域啊，是很忌讳说脏话。他破坏了吵架的这个竞技精神。那江指导，您看现在既然已经进入自由式乱吵，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很快又要进入赛点？哎呦，这个很难说呀。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啊，我曾经碰到过一对夫妻乱吵了30多年，到现在都没有进入赛点。那真是太厉害了啊！刚刚吵完了，我看一下。你都干些什么事儿啊？你看啊，男方现在明显有一些体力不足了。现在局面又进入一个僵持啊，我们看看谁先进入赛点。离婚吧，来一个假动作，假动作吗？随便吧。有男方回了一个假动作，假动作吗？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女方出手了，出手了，这招可不好接啊！哎呀，这接的不好呀，这个。这男方怎么突然之间就不在状态了呢？江指导，女方这是要哭吗？到赛点了，哎，您觉得这时候进入赛点怎么样？节奏还不错，我们看看女方怎么表现。江指导，您怎么看？哎，这个不常见啊，不常见。对手显然被这个喷嚏给迷惑了，不知道女方是感冒了还是鼻炎。男方接下来一步至关重要啊，也有可能是二阳了。女方在等待接招，男方在等待接招，女方在等。啊，江指导，您被吃瓜子儿啊？对不起。啊，看来女方打算先进攻了。你刚才说到哪了？那看来女方的大脑还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行了，咱俩都冷静冷静吧，好不好？男方喊了一个暂停，这应该是他的战术。你干嘛去啊？应该是看见了。那我们再次进入驾驶赛啊！说那江指导，您觉得今天双方发挥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双方啊打得都不好，
好多次能进赛点的机会啊，都被浪费了。尤其是这个男方啊，那么大一个失误，女方竟然没抓住，你说很可惜啊，很可惜。所以我觉得这个伤病对女方的影响啊，还是挺大的。对，所以我们说吵架不光是一个智力上的一个竞争啊，也是一个体力上的一个较量。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可能就要看女方的这个恢复情况。不过我个人对于她卫冕2023赛季还是很有把握的。那好，女方是否能继续卫冕，男方是否能打破女方的不败神话，突破自我，激发出自己的内在潜能，置之死地而后生，逆风翻盘，向阳而生，乘风破浪，活出最骄傲的自己。我们希望男方可以放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啊。不好意思，有点带入了。理解。那接下来啊，我们将在明天凌晨的2:43，在他们家小区的健身设施旁边为您继续实况转播。我们到时候再见。再见。激动了，有点激动。我见了这么多好带入，好多男主持人。哎，江指导，您上次亲自打比赛是什么时候？我上回来昨天晚上打了一场。是因为什么事情呢？哎呦，这也不记得，但赢了，反正赢了。